星欢乐城市派主持人张伟。五月龙腾辞旧岁，北京冬奥报春来。那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口号啊和以往有些不一样。的确过年了嘛，在这里呢要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春好，拜年了。欢迎来到欢乐城市派春节特别节目。伴随着中国农历虎年的春风啊，我们迎来了北京2022年冬奥的全球盛会。今天我们的欢乐城市派也将打卡一座特殊的宝藏城市，它就是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张家口市。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当中，热情的张家口人民将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过大年。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导游培训班的各位学员闪亮登场。首先是欢乐派，接下来呢，城市派的各位成员。欢乐派新春的口号是：欢乐派，欢乐常在，永不败。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城市派的新春口号。城市派，张家口天团，驾时来，也给你们拜年了。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走进张家口市。我们看到啊，张家口市啊是一座山河壮丽、荣贯东西的传奇重镇，同时呢也是一座与时共进的美好之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一听张家口人是如何夸赞他们的故乡。来到张家口就想要一口啊，要一口油面，要一口烤肉味，喝酒也大口味，吃肉也大口味，张家口味，好呀好享受啊。张家口还想尝一口啊。
扣帽子二人抬，生活清甜有味，马上喊一口味，早晚的同一口啊，叫别人三来，好朋友哎，黄河口我游一游，长江口我走一走哎，回头向北歌曲当中好像还融合了两项我们张家口当地的这个民俗表演，对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个是万全打棍，一个是霸王鞭。霸王鞭是吗？我们再次请上这两组演员好不好？来，有请。我们先请这边的演员啊，你们首先给我们带来的这叫霸王鞭是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在当地是一项什么样的民俗活动？霸王鞭呢，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它体现了喜庆欢乐，刚柔兼具，富于变化，表演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那我们再来问问这边的叫打棍，万全打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打棍到底怎么回事吗？最早的时候是戏曲，后来跟武术结合然后成现在的打棍。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城市派根据以上的表演移步我们的宝藏屋，为欢乐派出题，有请城市派。不为难你们啊，加油啊。好，过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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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先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好的，拜年拜年拜年，祝大家虎年大吉，虎年大吉，太给你们拜年了，平平安安，祝我们的冬奥圆满成功。是的，但是我们的冬奥健儿呢，虎虎生威，能够摘金夺银，摘金夺银，多，真是越多越好。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虎年，真的是像老虎一样生龙活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答题之前呢，先有请上我们欢乐派成员到台上感受一下我们的霸王鞭和万全打棍，有请。好的。我们首先请这位姑娘给我们介绍一下霸王鞭的要领都在哪里。霸王鞭呢，首先要是双鞭花，它的手腕是要活起来的。对，上来就开始飞了呀，有点基本的吗？这个叫双鞭花。双鞭花，对，统一方向。这个叫翻的，翻了，对。这个叫打肩花，再挽着前后。对，打肩花，对。好，怎么还有吗？三圈，三个够不够？三个够不够？看我的眼神，可以了是吧？急，还要计时，同志们，不能着急计时，计时得先不着急。哎，咱们先吃两口。计时啊！先吃一口，先吃一口。再，过年了嘛，过年了，这是劲儿。这过年了，过年仨还得吃。对啊，我们先吃点，派先生。吃点，我们都要搞到这个。我小时候江苏，哎，我们就有。补充一下脑仁儿。补充一下脑仁儿。双边花，这是单边花，你不是双边花。第二个呢？反边花，反边花，两边拆的是吧？这是打边花，反边花。我要把自己缠绕起来了，感觉。打尖花，打尖花，这是最难啊！他第二次已经把打尖花做完了。我第三次啥来着？那个翻边花，往外，往外。哎呀，呵，第四个。自由花，来第四个，自由花洒脱多了，我觉得。第四个来一个，哎，呵，我直接就是大师兄了，现在。行，来一个，行。我们开始计时了。倒计时了。我觉得咱们这题吧，要跟刚才台上的那个演出有关，同时也应该跟冬奥有关。对。我觉得先问他们那棍儿多长就完了吧。对，或者说，比如说那个，这他说打棍吧，啊，那棍多长？对，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鞭来的？霸王鞭，黄鞭，几根穗儿？几根穗儿啊，这还真是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样，咱们就跟冬奥相关，让他，我再吐点脑细胞。
你赶紧补。那你就别吃，你一说你吃的话，就胃就不灵活了，你还老吃。我负责后勤，给你们弄吃的。好，接下来我们请佳楠和卓林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万拳打棍。哎呀，哎呀，咱俩那啥呀？哎，有点意思。哇，哎呀，可以。我一个要求，可以吗？前面不许提醒。对，谁提醒犯规就犯规，对对。谁也不许提醒，对，观众也不许提醒。好，哎，谁来？啊，我来学。来，接下来我们还要加一个戏段，那就是万拳打棍的对打环节。这个呢，就像他们那个自由花似的，你们现在是自由搏击、自由打。好，来，你们二位加上戏曲家陈氏，来着，走着，快！就我们看看他们俩是什么人物关系，好吗？他的政策就是我躲。逃，来，再次感谢我们张张口市的民俗表演演员，谢谢。OK 了 ，OK 了，可以吗？哇，来，先生看一下，哎，你看我们出的题，超值完成任务，超值完成任务，耶！这是示派成员，请注意。那我们肯定能出时间到了，请速回到现场。对。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城市派返场。我们有请派先生，看看城市派的出题情况。谢谢派先生。欢乐派，请听题。欢乐派接龙。具体规则，城市派口述。对，来，城市派派一位代表。第二呢，我们想请他们四位呢，用刚才表演当中的道具做一个冬奥项目的动作。然后呢，第二个要求是在做动作的过程中，你要说两个新春的祝福。第一个人说完以后，接龙怎么接龙呢？第二个人要把他刚才说的和刚才做的动作重复一遍。然后再说自己的，然后再做自己的动作，然后再接下去。所以呢，我们是第一个人是最简单的，他只要做一个动作，说两个成语，说两个吉利话。但第二个人就要说四个吉利话，做两个动作，谁是第四棒很关键。那不着急。先请我们欢乐派闪亮登场。好，来，有请，以后再说。各位闪亮登场。他们已经自动把老人家放到了第一位。对。今天是虎年，对，我们刚才四个人听了半天啊，你们这题啊真有点虎了吧唧的。行了，现在再说话就扣分，就算了。现在从白衣服开始做。哦，按顺序来。这样规定你。按顺序来。我从吴伯威开始。这个应该是速滑。好。冰球。哦，冰球。好，吉利话。虎虎生风，身体健康。好 ，OK， 佳楠。这什么？打扫卫生。冰球嘛。这是在干嘛？划船，我看是。好，来。刚才重复他的。虎虎生风，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我天，念念有词。好，第二个是什么来着？划拳，这划的前面这话题像。好，好，这是那个冰壶，虎虎生风，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好，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到底是马呀？别说话。关键第四棒。第四棒。来，从第一个动作。三位自己说吧。头一个，别吵了。啊，头一个动作，法官什么？头一个动作，头一个动作。嗯。好，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是吗？这是孙悟空头一家吗？
好，这是第一个。好，你确定吗？这是吴鸿威做的，好吗？好，第二个。还有啊。嘉兰做的动作项目是。啊。我看三位小朋友在那里露出了恐怖的神情。说老先生，您刚才都看啥了？热的吗？尊老尊老。第三个。还有什么？第三个。这个。好，杨若天的。这是老先生了。好。出俩拐棍。记得特别对，好像找回了第一个。好，最后卓林，你的冬奥项目。我的冬奥项目。那个滑雪，对，属于您自己的，来一个。冰球，我喜欢打冰球，我是东北人。吴伯威也喜欢打冰球。啊，这是一高尔夫的。好的，最后我饶过你吧。啊，请重复前三位的吉利话，再加上您的两句吉利话。啊，有请第一位开始。你开始说什么来着？别说话，别说话。这法官太严厉了，法官。一马当先，爱谁就谁，爱谁就谁。第二位，嘉南，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好，若天，这个我啥都没说，过节吃饺子，接着就倒着。最后您的祝福语啊，那这春节的好词多了，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就这句最贴谱。说嘛，武斌，还是你来宣布吧。还用宣布？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了，都替那三位小朋友急死了。蕾蕾姐，要不从第二轮开始让邓老师加入？不是这样，我要早知道是这个结局，在我这儿就断了。所以这一轮《城市宝藏图》属于城市派，恭喜你们！有请。失败了。才知道啊。已经拉开了序幕，张家口城市为这届盛会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让我们跟随今天的特约导游员孙倩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说到张家口啊，不得不提到京张铁路。在1909年的时候，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呢，他自行设计修建了京张铁路。从当时时速只有35公里的蒸汽火车，到如今时速能够达到350公里的中国高铁。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进程。冬奥会开幕了，这座城市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去感受当地老百姓的热情，走。向世界表达全球是一家。全国、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雪国崇礼，感受冰雪的魅力。我们一起多加油！1、2、3，加油！知道我们张家口最近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吗？知道冬奥吗？对，冬奥会。那么年轻人啊，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歌曲，我想你们听了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再唱几句吗？可以，好，冲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唱几句。好，1、2、3。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你知不知道在冬奥会上我国有哪些奥运冠军呢？我知道有杨洋还有武大靖。那我们一起为自己加加油好不好？也向着我们的这个冬奥冠军去迈进好吗？好，1、2、3，加油。这里是张家口的根河原点骨子里。您知道吗，在我们张家口赛区将会产生多少块关于冬奥的金牌呢？51块。51块。看咱张家口人啊，有关于冬奥会的这个知识啊，样样都这么清楚。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脚下，虽然现在已经是在春节期间了，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依然在忙碌着，我们来找他们来聊一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过年好。过年好。那听二位的这个口音啊，不像是张家口人。对对，我不是张家口人，也是为了这次冬奥会呢，特意跟单位申请，我才到这个冬奥会。您呢？我是去年5月份到达的崇礼。那
今年过年是不是回不去家，只能在我们这个场馆里面去度过了？对对对。那其实对着我们冬奥的梦想啊，正是有这样无数个这样的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才能看到我们向冬奥的梦想在迈进。此刻夜幕已经降临，虽然现在室外的温度很低啊，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人们来到张家口地标性建筑大镜门来打卡。你们有现场就看过这个雪如玉的这个样子，壮观的样子吗？啊，我们还没有去过雪如玉滑雪，现在只是在媒体上对看到一些视频，非常漂亮。的确是啊，那现在我们把这份如意送给我们的冬奥会好吗？一起加油！好的，好的，加油，加油。我们看到了冬奥会呢，我们的张家口赛区不仅是张家口本地的市民在忙碌着，还有吸引来的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为这届冬奥会付出他们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也给你们拜年了，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现场的八位嘉宾，刚才我们的特约导游问张家口市民的这些问题，你们都知道吗？差不多是吗？那好，那我来考一道好不好？很简单，张家口赛区为2022年冬奥会建造了几座比赛场馆？请抢答。六座。啊，六座。六座。对，回答是否正确呢？来，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是我有助手，我有助手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小派，小派你在吗？在呢，主持人。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张家口赛区为2022年的冬奥会建设了几座比赛场馆？张家口赛区共八个场馆，包括云顶滑雪公园、国家滑雪跳跃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四个比赛场馆，以及张家口奥运村、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张家口山地广播中心和张家口竞赛区奖励广场四个非竞赛场馆。谢谢，谢谢小派。希望呢，待到我们的2022年冬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到当地，到这些比赛场馆亲身的感受和参观一下。接下来呢，再调动一下大家的答题的这个主动性，我们打算呢增加一轮比拼。这轮比拼呢是快问快答。首先，请欢乐派听题：北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奥城市，请问对吗？请回答。对。回答正确，欢乐派加一分。城市派，2022北京冬奥会是第23届国际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请问对吗？请作答。很遗憾，回答错误，应该是第24届。欢乐派，请听题：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它全程超过300公里，请问对吗？请作答。回答正确，欢乐派加一分。城市派，请听题：柴沟堡熏肉是张家口传统的特色名吃，它的主要原料之一是蜂蜜，请问对吗？咋的？再给你们3秒的，再给你们3秒时间。有一位更改，好，请作答。回答正确，加一分。好，接下来第3轮比赛，这是一道我的即兴设置题。首先问欢乐派，请听题：城市派嘉宾王西良的祖籍是张家口，请问对吗？那我确实，请作答。对吧？那就好。回答正确与否呢？请王西良揭晓正确答案。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南通市。很遗憾，欢乐派回答错误。接下来请城市派听这道即兴题：欢乐派嘉宾陈嘉南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滑雪，请问对吗？请作答。答错了。的确，嘉南，嘉南你再来说一下。我特别喜欢滑雪，然后每年冬天都要去。这谁信呢？这个。接下来请听第4轮题。首先请欢乐派听题：京张高速铁路是世界上第一条最高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千米的高寒大风沙高速铁路，请问对吗？回答正确，请城市派听题。刚才小片中外景主持人去了张家口的5个地方，请问对吗？请作答。
很遗憾，回答错误是六个，所以这一轮城市派的加分。谁知道啊？欢乐派。7月30日是2022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的日子，请问对吗？欢乐派，请作答。很遗憾，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2015年的7月31日。接下来，请城市派来聆听最后一道题。张家口的别称是塞北明珠，请问对吗？很遗憾，不能加分，是塞外明珠。好，经过我们的5轮问答，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场上的比分。欢乐派对城市派3-1，所以恭喜欢乐派获得了本轮的城市宝藏图，恭喜！凡是到过张家口的人啊，都知道在那里呢流传着一个民间的戏种叫二人台，凡是坝上的人啊，人人都能够来那么一两句。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了来自张家口的二人台演员为我们带来一段经典曲目。来自张家口的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二人台演员吕铁蛋和史学军，欢迎二位。接下来有请欢乐派一部宝藏屋为城市派出题，有请。到我们了啊，等着，等着啊，手下留情。Hello， 你好。哎呦，哇，今天又这么丰盛啊！我们先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今年是5年，祝大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拜年啦！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给大家伙拜年啦！祝大家虎年大吉，万事如意。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谢谢。好香啊，我们边吃边聊吧。对，请坐吧。这叫什么扇子？扇穗儿。扇穗儿。对，哪个字儿啊？这是穗子的意思。穗儿。对对对。扇穗儿。当地话叫扇穗儿。对对对。为什么你们的二人台里要有这个穗儿啊？就是为那个表演花样，我飞而来。太有意思。接下来就请我们城市派的四位嘉宾到舞台上来感受一下这个。扇帅，这太难了。他们可以这样绕，往前，主要是往前甩这个，甩是吗？对对，往前甩这个穗儿，往哪儿甩？哎，对对，这样一看，城市派就是属于好学派。哎，这好，都不用我说什么，主动要学习，多才多艺。啊，他就看他的手劲儿，看这位男演员用这个
头条棍的这个手劲儿。来来来，两位仙女儿，来一个。哎，换个花，把那个塞北明珠那劲儿弄出来。而塞北啊，不是塞外啊。塞外，塞外。接下来我们让两位我们的二人台演员演绎一下你们对段头条，给两位女嘉宾，好不好？不太行吧？这我是不太行，这绝对不行了。高难度的，接着来个低难度的，这个就简单了。要注意方向，你们二位，你们二位注意方向。各位知道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吧？难为他们，出去刚刚我们被整惨了，怎么回事？弟弟不帮我们，那这魔也没办法。他们这想的题目确实是好。这几个人老奸巨猾，老。他就脚别上去，就拉着这样一下。哎，他脚还上去，这脚咱上去的。很简单，你俩，你俩要不试一下？对，走。已经自己开始转了。是的，同时我们要出题，刚刚他们太狠了，把我们来，时间开始了。我觉得刚才那个二人台舞的那个彩带呀、啊，那个是要功夫的，跟戏曲那个长袖差不多，要功夫的。我们刚刚一直看的时候就在说哪个动作他们完不成，哪个动作完不成，有一些太难了也不行。接下来呢，要听你们的题目了。那我们会用一个咱们二人台当中传统的对花调，它的曲调，请四位即兴填词，一人一句，连唱带表演。来，从文华开始，第一句：张家口是一个好呀好地方哎，好，张家口的人啊，幸福多呀，好。冬奥的尖儿多金牌了，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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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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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我们来。好，冬奥的尖儿把雪中花开在张家口呀。咱们要给他出一个上刀山下火海也不太合理。咱们还是秉承着仁慈，这真的是要弄死他们。对，最好是让他们看着自己眼巴巴马上就要完成了，但是完不成那种题啊。你们四位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张家口社区里文化活动的多姿多彩，来感谢我们张家口某社区西养红团队带来的节目，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城市派的四位嘉宾，谢谢，谢谢你们。30秒给他设时，30秒每个人。那我们就写一下吧，你看我们多省时间啊。加油，加油！快呀！我让他们漏油，他们的末日到了，走，出发！欢乐派成员请注意，出题，你们的出题时间到了，请速回到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欢乐派翻唱。你们要不要先热一下身啊？哎呀，三位小朋友是不是在宝藏屋先培训了一下竹林老师？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哎呀，他们的那个苦日子要来了。觉得这一次你们出题的把握有几成？我估计啊，他们几个人他们还是很人性化的。对，我们很善良。出了一道很简单，很简单，很善良，对，很有诚意，对，但绝对是充满了报复心理的，但十拿九稳的题是吗？太懂我们了。好，让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是什么。有请蔡先生。谢谢，谢谢蔡先生。城市派请听题，这是一道动作题，成员各自歌唱并同时舞动彩带筹，过程中不能落地缠绕，且要有美感，平均时长超过30秒则算挑战成功。注明逐个展示，分别计时。哎，
那接下来四位嘉宾准备一下，请上场进行你的挑战。城市派于文华的倒计时30秒，不能落地啊！开始，唱歌。大姑娘美，那个大姑娘啊，大姑娘怎么表现要乐一点？不会词儿了，十秒，又见炊烟上，多少大地啊！停！挑战是挑战到12秒失败啊，还剩18秒。有一位成功就可以，对吧？不是，如果我成功了，就证明我们这队赢了，这行不行？你如果能够60秒成功，就算你们赢，好不好？60秒，这是你说的。来，倒计时60秒，准备。吴斌挑战60秒，开始。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拿着钱对我把手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没敢在哪里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手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我在马路边捡到两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单曲循环在这儿，对我把手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妈，叔叔，我的好叔叔。五四三二一停！恭喜城市派，用我们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可以说是破解了欢乐派出的这道难题。恭喜城市派获得这一份城市宝藏图，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小剪刀咔嚓嚓，大家一起剪窗花。接下来呢，我就从张家口请来了一群剪纸姑娘，她们将为大家呢剪窗花、贴窗花，送上她们浓浓的祝福。现啊，所看到的剪纸作品呢，已经不仅仅是这样单一的呈现方式了，它有单色也有多色，有单一图案更有多元图案的。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我们欢乐派以及城市派的嘉宾一起来大开眼界，有请。
今天呢，我特意从张家口玉县请来了两位我们玉县剪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广老师和他的徒弟周立伟。来，两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周立伟，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大家好，我叫周广，给大家拜年了。谢谢谢谢二位。今天呢，两位老师啊也特意带来了他们的剪纸作品，我们也请周广老师和立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一幅呢，它是单色素色的一幅剪纸作品。没错没错，大家看它像不像一朵雪花呢？对，其实这幅作品呢是作为见证了咱们冬奥会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当天的一个见证品，它也是一个国礼。咱们玉县剪纸呢分为阳刻还有阴刻，那个雪花飘落的那个痕迹就特别像阳刻，就是那种线性的东西。那这边用的就是阳刻。对，这边就是用的阳刻。阳刻又代表雪，所以说咱们张家口呢是灾区的其中之一嘛，所以说就把张家口的地标建筑大进门也融入了其中。然后大家再往这边看，我们玉县剪纸的阴刻呢也是跟那个滑冰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像的，把线条去掉，把块面留下，就叫阴刻。所以这边你采用的建筑，建筑是咱们北京的地标建筑天坛。啊，好有学问！我看到这个周围还有一圈儿。这一圈呢，就也是刚才那个问题。咱们2022年的冬奥会是第几届呢？24届。然后咱们一天24个小时，一年呢24个节气，对吧？24呢，就既是一个冬奥会的终点，又是冬奥会的下一个起点。好有学问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个衍生品，可以做个24小时制的时钟。没错。好漂亮！看完了立伟的这一幅呢，和冬奥有关的玉县剪纸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一幅呢，我们周老师和立伟共同创造的一幅剪纸长卷，好不好？一起来开一下眼界，有请。光看咱们舞蹈演员上来的人数，我就能猜出有多长。这个画幅是1米乘7米的一个尺幅。1米乘7米。它整个是以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刚才我在讲长城，以长城作为龙脉贯穿始终的。龙头呢是天坛，北京的地标。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张家口的大进门。第三个呢是我们玉县的另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大树花。对。然后第四个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标志。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崇礼的滑雪场。第六个呢就是延庆的滑雪场。到了第七个呢就回归到咱们今天的这个日子了。龙尾是一个中国节，就是过年了嘛，也是在这里给大家全国的观众拜年。中间呢是一个虎娃报春的形象，因为咱们今年呢是农历的虎年，所以呢希望大家虎虎生威，元气满满。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在现场见识了我们玉县剪纸啊各个时代的作品代表作，可以说从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不仅看到了张家口人民他们质朴的生活，更看到了他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看到了他们对冬奥的那一份热情。再次感谢周氏我们的师徒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剪纸作品，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城市派就要根据以上剪纸作品一部宝藏屋为欢乐派出题。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拿着一点等着我。来来吧，辛苦了吧。辛苦了，真的辛苦了，辛苦了，赶紧吃点饼，看中这饼了，吃点饼，吃点饼。而且黑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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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黑豆好像是我们的幸运之豆啊！对呀，刚才出了吃了黑豆出的题，把他们给难住了。绝对的，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我先开始了，压压惊喔。哎呀，我的天哪，老师吓我一跳，思路很混乱现在。你们要开动脑筋了啊，要开始整他们。刚才他给咱们整的，要跟刚才那个剪纸相关，是吧？玉县剪纸当中有一句叫“三分刀工，七分染”，哎，这个染色和上色也是玉县剪纸的一大特色之一。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欢乐派四位成员上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玉县剪纸的染色和上色，有请。
何老和立伟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上色的这个步骤好不好？好，那个乙蟹截子的特点啊，是主要就是上色。嗯，那个乙蟹截子是画刻染，就是最后一步上色。你这个上色上不好，全部完了就哎。那个它有上色有一个规定，就是什么呢？那个不能阴，这就是主要乙蟹截子的技术。这是今天小伙伴们要挑战的我们的乙蟹截子的图案。他们不都举牌了吗？对啊，那些跳舞的那些女孩不都是举着那个截子吗？对，每个人举的截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这很难的。但是你看，这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对啊，我就记得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一福字，还有一个是那个老爷爷捡了一个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对，咱们让他找，找哪个女孩举的是那个。哎呦，这现在啊，这个太厉害，隔着这么远怎么能看得清楚呢？您看这个颜色的顺序哈，一般的是先染黄色，然后再染粉色，再染绿色，再染蓝色。因为比如说黄色稍微有一点窜色，拿粉色可以覆盖一下。来看看你们作品有没有完成的？有，完成了。完成了。那好，也再次谢谢我们四位嘉宾体验的我们上色的这个过程。这四幅自创作品，我觉得对周老师他们拿回去估计也卖不出去，你们还是自己保留吧。这样，我理解啊，让他们四个人呐，每个人上去选择一次，选择完之后四人回来商量，结果他们集中。对对对，你看卓林的话肯定听他的，听他就错。得听我的，没错。这么忙不就完了吗？太坏了，好了吧？我觉得行，行吧，来，好，来吧，来，我来接。城市派成员请注意，你们的出题时间到，你们这是咱们回到现场。OK， 这题行吧？绝对行。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城市派翻唱。这么开心。我感觉像是你们已经到了终极颁奖的时刻。好的，那接下来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有请派先生。谢谢，谢谢派先生。好，谢谢。欢乐派，请听题。选择题，请欢乐派成员选或找出刚才举最大幅的福字剪纸作品的舞蹈演员是六位当中的哪一位？括号，请四位队员依次去做出选择，最后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好，我们首先请六位演员上场。来，四位队员请上台。好，第一个由嘉南上去做出选择。他吧。好，向前一步是吗？好，来，接下来博威。如果是你，请你给我个眼神。暴露。如果他给了你眼神，你给他什么报答？我给他半份城市宝藏图分享。这位吧。这一位，好，到前方来，给他们选择。杨若天。看看人家的选择就是这么坚定，上去都不问。来，卓林老师。我估计，要不然，肯定。怎么着？差不多，肯定忘了，肯定忘了。要说福啊，他这孩子挺有福的，长得这种福气是吗？圆圆乎乎的，多福啊，是吧？好，商量一下，选出最终的一位。我估计应该是他，根据舞蹈队的基本的要求啊，一般站在中间的，这个拿着最主要的东西的，都是个头比较高的。哦，可以。哎，一般是这样。我认为应该是他。来，请我们的城市派揭晓答案。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关于答案，请看 VCR。好，请看。
哎呀！哎呀！要说福啊，我看这孩子挺有福的，是吧？最终我们看到的是来。完全打破了卓老板刚才有理有据的那一面，还不如他刚开始不靠谱选的。姓差的就错了。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城市派获得了城市宝藏图。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目前的战绩。欢乐派一份城市宝藏图，城市派三份城市宝藏图。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冬奥赛区之一张家口之旅。古人说啊，人间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轻皱铜。你想象一下，把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迸溅出万朵的火花，就犹如枝茂叶繁的树冠，那是古人的烟火。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特约导游一同到张家口的玉县暖泉古镇，感受一下这不一样的烟火。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特约导游永旭。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张家口的玉县暖泉古镇。首先啊，我带您看一看这条古镇上的这种历史风貌。来，摄像老师，看看这个。您看这字，这是要干嘛？不瞒您说啊，这我是接下来啊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节目，非常精彩的节目。是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您，我得先练基本功。您瞅准了，您看看我这姿势啊，继续。走你，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到底什么节目，我再告诉您。您快忙去吧，快忙去吧。哎呀，观众朋友们，现在啊，我们来到的是玉县暖泉的树花广场，现在工人师傅们啊正在炼铁水。哎，有观众朋友问了，这树花广场，你刚才的动作是不是和树花有关系呢？不瞒您说，您猜对了，我刚才动作是打树花的动作。说点实话，这个富人呢，人有钱，人家是放烟花；穷人怎么办呢？他就用高温的融化的铁水，然后用木勺，然后盛起铁水，撒在城墙上面，形成金花四溅，而且它的形状呢，酷似这种树冠，打树花的名字就由此而得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树花广场，我们看到了工人师傅啊正在融化铁水，他是用500斤的煤和300斤的铁在融化这个铁水。那么接下来我要问问观众朋友们，您猜猜这个铁水的温度有多高？没错，有人是不是猜对了？1600多度的高温的铁水啊！而且专业的打树花的师傅们，就用我手中这个木勺，柳木勺，它盛起铁水之后泼洒在城墙上面。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期待这个打树花的表演呢？走起！哇！现在我们的树花表演是由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业难度我是来不了了。不过我借助这满天飞舞的火树银花，祝愿电视机前的您新的一年生活繁花似锦，工作顺顺利利，祝您虎年大吉。现在我问问咱们各位嘉宾啊，考验一下你们的这个阅历，为什么打树花用这个柳木勺？怎么能放到1600度的高温铁水当中，然后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毫发无损呢？来，两队派出你们最聪明的人尝试着答案。来说，它这个柳木是不怕高温的，柳木很难烧着，是吧？那个你包括烤羊肉串的柳树条啊，你烤半天羊肉串，烤羊腰子，那个柳木有柳木的味道，但是它并不容易燃烧，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柳木是这个道理。感觉出来了，柏林老师更多的生活阅历来自于吃，对吧？好的，来城市派，王细良。好，因为柳木它是一种特殊的木头，吃那个大的羊肉串都是用柳木来串的。烤羊肉串的柳树条啊，也对。两队请出来，能成为本场的同场嘉宾，真是我觉得真的不是一群人不进我们一个场啊！吃有。那接下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请我的助手小派来告诉大家。小派，你在吗？在呢，主持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打花树的木勺是用柳木制作而成的，勺子做好后先要泡水再烤干，最后涂上秘制的涂料之后，
这时的木勺就变得神奇无比，能够经受1600多度的高温了。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欢乐派移步宝藏屋为城市派出题。拜拜，这回下手狠点。哎呀 ，Hello， 又来了，现在有点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真的得出个厉害点的题。刚才那个打树花，其实也看也看了，也问的差不多了，对，没什么问题，也接了那个谜底，对呀、啊，是吧？用什么做的？不是，这回咱们给他出这个题，剑走偏锋。就刚才那个树花一甩，一共有多少个花？有点厉害，这个咱也不知道，没有正确答案。你得有正确答案才行。对 啊，咱们也不知道正确答无数个花吗？万一他这太好猜了，这肯对呀、啊，都数数不清的，数不清楚多少朵花。嗯、对，实在是我找不着下狠手的地方了，我就不信了。咱们太简单了，咱们得跟这个打树花有关系，但打树花他们肯定也做不来。咱们在现场也没办法实现。对，咱们把它分开。然后咱们再加上那道，明白明白，咱们的题目，哎，好，来，我觉得这行，行，行，就这么办了，来，请速回到现场，加油，加油，一，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欢乐派返场。那好，来看一看这道题目究竟是什么，有请派出所。谢谢，派。好，先看正面，派先生的发型已经有些凌乱了，足见他们在里面有多纠结。捋一下，捋一下，我特想问一下，你们怎么把派先生都折磨成？里面就会怎么折磨我们呀？究竟发生了什么？城市派，请听题，任选出三位登台表演，打括号动作肢体，第二个树气质，第三个花。用表情来表演，表演完毕请看背面，也就是三个人分别要用动作肢体，其中一人表演打，第二个呢用气质表演树，第三个用表情来表演花。三位来吧来吧，哪三位表演举手？我们三位女士。三位女士好，站好。依次从哪儿开始打？打是从打树是姐。那要排顺序，打树花三个，从文华姐那儿开始，对吗？对，文华姐。您是最后一位答题。答题。好，接下来城市派的挑战开始，首先是打打打字。第二个数字，第三个花。好，以上是三位的表演，我看出来这个欢乐派笑得前仰后合，表示很满意，对吗？这个现在真没想到他们仨这么简单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题给答完了。他们啥意思？夸我们还是夸我们？下面请听题，请四人里的没有表演，也就是另外一位，请答题。外拍小片中特约导游的全名叫……你们损不损啊你们？你们明白了吧？这就是之前出题的方向。就是和你的表达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叫声东击西。是，对，给你们增加一分，好不好？好好，就从虚幻，他们我们认识，举手投降。因为场外的人家那个记者不容易，你看我不能给人瞎起名字，是不是？这我对人不尊重。所以他的名字应该是王永旭。在这里，我们就恭喜欢乐派获得本轮的城市宝藏图。
当我们谈论到一个城市时呢，总是绕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知道张家口呢，地处京冀晋蒙四省的交界处，居住着多民族，因此呢也留下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接下来有两位来自张家口的朋友想用他们的方式向大家数一数张家口的特色美食，有请他们。这个站在这个舞台呀，我是又高兴又激动。你问我为什么这么高兴这么激动呢？因为今天呀，我要打着这个四块网跟您倒下倒下。那位说什么叫倒下呢？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哎，就是说一说聊一聊，倒下倒下我们家乡的美食。哎，等等等等等等，您这是干什么来了？我这不给大伙介绍介绍家乡的美食吗？嗨，您看啊，我是厨师，是啊，这要介绍呀，嗯，那也得是我来介绍啊。哦，您能给介绍这些呀？那当然了，嗯，我呀，关键是呢，能用地地道道的、纯纯正正的、合着押韵的张家口方言来介绍。看来您对这个口菜系列还是挺了解。还可以。哎，这样，大师，嗯，我现场呀，给您增加点难度。哦。你看这么多美食，嗯，我随便挑一样，您能给介绍吗？那没问题吧，您就尽管的挑来。我讲这个最难的，哎，咱就说这个吧。您瞧，哎，这个能说吗？这叫油面，窝窝。哎，是啊，这油面您能说吗？当然能说了。那咱们就闲话少说，您还给伴奏上，咱们打板就唱。得嘞，您呢？哎，接着来。嗯。大家抠拆又买，又买省拆再抠歪，又买奶汉又烤海，压成面粉就叫幼面，多吃幼面好处大，脚套脚趾脚血压，常吃幼面吃不够，咋吃咋好也不长肉。嘿，三十里的幼面，四十里的高，十里的荞面我端腰，幼面玉子唱游戏，幼面窝窝爆油米，幼面饺子野菜馅，这个幼面东东好滋味，叫那高巧克力过它饼子带你学，过饼子好吃脆有效，你吃的吃的什么个叫幼面，就是那包中包，这边大米比不了，包中包，比不了，该种该，种不来，没种没，怕了水，忘种忘，水加矿，上着海味分风钱，那哈是幼面最稀罕，那个上着海味分风钱，哈是幼面最稀罕，说上来了。哎呀，得了，我说您呀，师哥，您也别装了啊，让大伙儿呢见识见识您的真面目。哎，在这里呢，我们小哥俩呢，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虎年大吉！谢谢，这是都是你们做的？这个我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由我们张家口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小霞女士和我们现场的两位烹饪大师制作的。有请他们上场，有请，欢迎欢迎。会长很年轻啊，也很漂亮，来吧，给咱们介绍介绍张家口的美食吧。咱现在面前的都是我们张家口用油面做的，然后这些油面呢，其实上就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家中所经常吃到的啊。然后我先一一介绍一下好吗？好，这个油面窝窝可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经常见到是吧？我们山西也有，不是山西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叫油面炖炖。和冰墩墩倒有点像，对对对，冰墩墩写的油面炖炖，油面炖炖，然后油面饺子，这个油面饺子是2022冬奥会崇礼菜单的一道菜，哦，就是要对在冬奥会所有来参加冬奥的嘉宾都要吃到的，哇，明星儿都吃这饺子，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刘女士为我们介绍的张家口的美食，接下来呢哪一队将移步宝藏屋去出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战绩是如何的。来，请看，目前欢乐派2份城市宝藏图，城市派3份城市宝藏图，请我们的欢乐派移步宝藏屋为城市派出题了。但同时恭喜留下的城市派可以上台品尝美食了。哎呀，待会儿找我们张家口的姑娘给您送过去，打包打包打包。哦，来
来了，最后一轮了。对，是好，这次得赢，这次必须赢。没有，这次赢了我们才有机会加赛，都不是赢，欺负人呢，惨重。所以说我们没有吃到，如果再输了，就更难。雪上加霜，雪上加霜。对，所以你们刚刚看完那段表演有什么想法吗？让他们做给我们吃要不好主意，咱们就在这儿开席了。刚才刘会长已经说了，专门请我们张家口的姑娘们给他们送一份，好吧，送一份小灶。来，有请四位。接着城市派上来，我们不仅要品美食，我还要让你们见识一道咱们这个张家口的朋友专门为冬奥会准备的一道美食，请这个刘会长来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冬奥会在我们张家口赛区举办，所以呢我们用张家口的食材油面做了一个五环献给冬奥，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最特殊的这个油面菜点形式啊。来猜一猜，这么多颜色肯定都能食用的，是用什么做成的？反正这个咱们知道，一般的都是那种菠菜或之类的，绿色的，菠菜汁啊，菠菜汁啊，或者是不是可能会是甜的，会有山楂吗？山楂、火龙果啊，对对对，有水果，对。黑的呢？黑的墨鱼汁儿。对了，真的太棒了！你妈这次再出来点线索啊！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咱们吃不到，他们在台上吃，对吧？咱们吃的那么开心。特例批准你们把那个刚刚表演的两位嘉宾请过来哦，让他们帮咱出出主意。行，好，等着。好，哎呦，这来了，来，欢迎，二位表演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要给对方出题，对，两位有什么建议吗？或者说难住他们那种题目？对，出咱们这个。他们那个队没有是张家口人吧？没有，还是没有。而且我说的，就是他根本没听过。那这个真的是，这可以出来。好，再来一个。啊！这是三个个的，不能有提示，就只给一个词。蓝的最难猜，蓝色。蓝的，哎，来吧，我想蓝莓。想一下，特别漂亮。你真的是吃材，蓝花。蓝花可以吃吗？对，可以，蓝花。啊、蓝花。那黄的呢？黄的是不是黄桃？橙汁。哦，橙子。啊，我们张家口人一定要让你吃热乎的，所以现在在这个锅上已经开始蒸了。哎，我觉得你们最应该尝的是这个冬奥菜单上的这个油面饺。这个不用蘸，直接可以吃。这个是我们张家口的胸肉，热气腾腾啊！运动员要吃的，我们先品尝一下。这个当时是菜单里的，我觉得这个吃的什么感觉，就特别暖和。对，所以是不是当时把它加入冬奥菜单，也真的是像刚才西凉说的，它有这个抗寒和御寒的这个。主要是过年嘛期间，而且油面它的营养比较丰富，而且又代表我们张家口地方特色，所以加入到崇礼菜单。有，我们也有，哎。啊，谢老师，哎呀，太棒了！看来我们是全面收获呀，大获全胜。这个健康食品，很健康的味道，真的浓美啊。还先把题出好了，把东西也吃过了，嗯，完美。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您的出题时间到，请速回到现场。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欢乐派再次返场。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道题目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请派先生。谢谢派先生，的确吃饱喝足，精神焕发，发型也是美美的。好，谢谢城市派，请听题，猜出以下三个张家口方言词，猜出两个及以上，通过。那是哪三个词呢？是由欢乐派来说吗？由我刚才那个表演那个张家口那个快板那个。哦，东口鼠子的演员。请他们作为嘉宾，来，有请我们这位演员。
来，请说第一个。您先来，我先来。好，第一个词，骨朵。嗯？什么？骨朵。请作答，程式派。骨朵，拳头的意思。听明白。二，拳头，拳头，拳头，这是你们第一个答案。不，因为他刚才做了一下。对。他说的时候做了一下。请我们的这个东口鼠子演员来说拳头疙瘩，对吗？对，回答正确。好，接下来请说你们的耳朵疙溜疙溜。第二遍麻利儿的就是这意思。疙溜，我刚才你对了是吧？对。行，听你的，快点快点。好，也就疙溜疙溜是吧？恭喜你答错了。啊，正确的是什么？咯溜的意思是弯了的意思。弯了，弯了，咯溜了。哎呀，你这头发烫得好咯溜呀！我也不理解。啊，咯溜。咯溜的麻花。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第三个好吗？请听第三个词。把握机会，两个字，个叉。嗯。第二遍，个叉。请作答，是不是？是叉是。好，请揭晓答案。个叉。这回恭喜您又答错了。哎，对不了，还是对不了。这个就是撒娇。哦，个叉。撒娇。所以非常遗憾，这一轮的城市宝藏图要属于出题的欢乐派。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场上两队的战绩如何。来看欢乐派三份城市宝藏图，城市派三份城市宝藏图。所以到目前为止，经过六轮的比拼呢，双方打成了平局。我们必须通过一道加赛抢答题来决胜负。来看一下这一道加赛题是什么。两队嘉宾请听题。嘉宾席前面的大屏幕一会儿会有一个词，两队轮流向主持人提问，主持人只回答是或不是，最先猜出该词的队获胜。这个词跟冬奥有关吗？是。是四个字吗？不是。是一个体育器械吗？不是。是一个城市吗？是。张家口。不是。北京。回答错误。崇礼，崇礼，崇礼。哇！回答正确。恭喜欢乐派成为金牌导游班。好的，让我们恭喜欢乐派荣获本场的金牌导游班称号，同时获得我们张家口的城市礼包。有请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郭新耀郭副市长为获胜的欢乐派颁发城市礼包，有请郭副市长。您好，郭副市长，首先请您来揭晓我们张家口的城市礼包是什么。今天我赠送给各位嘉宾的城市大礼包是张家口雨线剪纸十二生肖闹冬奥。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吗？来看一下这份礼物是什么。郭副市长，这叫什么？十二生肖。这是张家口雨线剪纸十二生肖闹冬奥。哇！他用剪纸记忆反映的是我们张家口400万人啊喜迎冬奥、热爱冰雪运动的激情。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郭副市长为今天获胜的欢乐派四位成员颁发我们张家口的城市礼包。尊老爱幼，在你们四个人当中全体现出来了。我们今天啊，除了郭副市长啊给我们的获胜队带来了礼物啊，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彩蛋，他就是冬奥的冠军杨洋，他也给我们获胜的欢乐派队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是什么呢？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是杨洋，祝大家过年好，恭喜欢乐派获得胜利，耶、yeah ！也在这里呢，我送获胜者北京冬奥会的小背包，也希望你们在冬奥会期间能够背上它，为我们的中国健儿加油，为北京冬奥会加油。谢谢，谢谢杨洋来自冬奥一线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就请郭副市长代替杨洋为我们获胜的欢乐派对颁发我们的冬奥礼包。谢谢，谢谢郭副市长。接下来有礼物送给你们了，那就是郭副市长代表张家口市的全体人民向大家发出的城市邀请，有请。张家口市风景优美，四季分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是最真实的美景写照。来到张家口，您可以品怀来红酒，使坝上烤羊，游禹县古堡，泡赤城温泉，览草原天路，赏崇礼冰雪。当前我们正在全力保障北京2022冬奥会，在这新春佳节和冬奥盛会双喜临门之际，我代表张家口全市人民真诚邀请大家到张家口来畅游冬奥之城，感受大好河山，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与张家口这座魅力之城相遇，共同探寻了张家口市的风景、人文、美食还有民俗。北京2022年冬奥会来了，热情的张家口人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再次感谢张家口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城市惊喜，让我们一起相约张家口，让我们一起相约冬奥。祝大家过年好！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向着下一座城市出发。